最近老爸带娃被玩坏了也就算了，就当老爸是粗汉子，这老妈也没完了，过分了呀。这就是我在万千宠物堆里为何选择了我家金毛的原因，史上最撩人的咬嘴唇。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我做到了。大师，我犯错了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你犯了什么错？我刚才把一个人自行车给偷了，我现在想把它给你。不，不要给我，你应该把它还给师傅。可是我刚才给他了，他不要。因果呀，那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天道好轮回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自行车，哎，还我自行车！不对呀，小哥，你这是诚心诚意认错嘛？不把自行车还回去，信不信我告你抢劫啊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每日一趴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小趴和您不见不散。